那首先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在礼拜六之前，我们的天气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啊，天气上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那一旦有对流发展，就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礼拜六之前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至于现况的部分呢，我们由云图来为大家做个说明了。从云图上来看呢，兰恩台风目前已经在北边的日本海，那它的造成的低压云系呢，可以从一路从北边延伸到台湾，那再往华南一带这一带来延伸。那我们这一带附近呢，都是对流云系啊，就是低压带所造成的对流云系。那除了中南部地区地形上的对流云系之外，那可以看到台湾北部海面呢，也有明显的对流云系移入，所以天气上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那至于详细的天气系统配置呢，我们由天气图来为大家做个说明。可以看到北边是兰恩台风，那台湾的东北部海面这一带一直到华南这一带呢，都是低压系统。那台湾处于一个低压带之内，那天气上来说是比较偏向西南风的天气形态。那这样的天气形态，我们看到明天的部分哦，明天的部分的话，其实还是在低压带的影响之下。那到了礼拜五，持续在低压带的影响之内。那礼拜天之后，可以看到低压带呢逐渐的向西退之后，那天气系统才会开始改变。那我们的天气上来说才会逐渐的变得比较稳定，那水汽也会稍微的减少一些。那所以最近在礼拜六之前呢，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下雨。那下雨的现况的部分，我们由雷达回波图来为大家做个说明。那比较明显的回波呢，就是在我们的北台湾，那从清晨开始就明显的对流云系从北部海面开始移入。那这个系统它我们从雷达回波上来看，它是排成线状的。那这种线状对流呢，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一旦它影响到我们的陆地的话，那就有可能对我们陆地造成比较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如果停滞在一个地方附近的话，那累积的降雨量也会比较可观。那目前我们预测呢，它会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影响到我们比较北部地区。那在北部地区，特别是在新竹以北都要特别注意会有点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要特别的留意。那另外中南部地区可以看到陆陆续续有对流云的发展，所以今天整除了北部地区之外中南部地区的降雨呢也会陆陆续续会有一些对流云的发展，那会有比较瞬间比较大的雨势发生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至于今天的降雨的趋势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定量降水预报图，这是今天白天，这是今天晚上，可以看到主要的西半部地区在今天白天的降雨都会是比较明显的，那特别是山区，还有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新竹以北都容易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晚上之后呢，东半部的雨就少了，对东半部的雨今天还是以对流午后对流为主，但是可以看到中南部地区在今天晚上的降雨就会逐渐的增加。那趋势上来看从明天开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六这段时间，我们这个是明天到礼拜六这段的降雨趋势图，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呢还是容易有局部性的大雨，而且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特别是中南部地区未来还是在迎风面所以中南部地区在礼拜六之前呢都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那而且也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可以看到其他地区，特别是山区的部分，在午后呢也容易有比较大的雨势发展，甚至也有容易有局部性的大雨。那礼拜六的时候，也就是19号，那水汽会慢慢的减少，到了礼拜天之后呢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为主所以可以明显的看到在礼拜六之前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最后提醒大家，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礼拜六之前是低压带影响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而且一旦有对流发展要留意会有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特别是中南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的今天的部分都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且累积雨量上来讲也有可能达到局部性的大雨这样的雨量来讲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周六之前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以上是今天的最新天气预报说明。那我们刚有提到从雷达回波上来看，目前在清晨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明显的线状对流从北部海面而且逐渐的往南移。那这种特征的对流，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它一旦有对流影响到它的对流一旦影响到陆地，就有可能有瞬间比较大的雨势，也就是说有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这部分一定要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它如果停留的比较久的话，那累积雨量上也会比较可观。那可以看到目前的雷达回波上来看，它已经明显到影响到我们桃园以北的沿海
哦，所以这一段地方的民众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短延时的强降雨。那短延时的强降雨就容易造成啊积淹水比较不容易排除的状况，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下周是还有什么目前还是在处于台风季啊，所以在就是在预测上来看，数值模式的模拟上来看，目前陆陆续续在太平洋高压的南侧，甚至在我们太平洋高压西侧这一带，也就在日本南方海面这一带，还是有可能有一些啊热带系统生成。不过实际上发展还是要看，就是我们还会不会有如期的发展起来，还是要是啊实际状况而定，我们会持续的观察。